say. 青桃山日式料理乃是由在日本具有百年历史的美浓吉来台创立和技术指导，在台唯一的一间京都市日式料理。青桃山开幕至今才一年多，已经受到很多台湾的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我们每一周由日本空运来台的新鲜食材提供给台湾们喜欢日本料理的饕客们，同时我们也用最用心的服务来提供给各位朋友们，希望您一定要来品尝和给我们多多的指教。本店内最受顾客们喜爱和欢迎的食品包括了鳗鱼茶泡饭，鳗鱼外酥内软，口感极佳，昆布茶更是清新，非常非常的具有独特性。另外我们还有每日由日本空运而来的新鲜海产，以及在配合季节性的台湾的季节性生鱼片，刀工一流，技术绝佳，让您吃起来绝对放心。同时也为大家介绍本店非常受欢迎的寿喜烧锅，香芋的汤头绝对让您赞不绝口。看看这美妙的生鱼滋造，像不像是在跳舞的飞鱼，栩栩如生。再请您看看这些花寿司，您怎能不动心呢？哇，尝一口味道浓郁的寿喜烧，天冷时这一锅该是您上上的选择吧，但在夏天一样很受欢迎，因为实在太香了，您一定受不了这个诱惑。经过六个小时炖煮出来的鳗鱼鸭寿司，口感一流，入口即化的感觉，保证您吃了还会想吃。传统的金怀玉扇，在日本这是没有办法吃到的价位，以真材实料和季节性的食材做出，绝对清爽不油腻，同时带给您无比的健康。鲔鱼山药茶泡饭，这也是京都非常独特的一个创作。营养丰富的山药是台湾顾客们非常能够接受的食品，再配上新鲜的鲔鱼，口感绝佳。生鱼片及寿司更是本店的专门，超一流的鲜度，绝佳的刀工，肯定令您赞叹不已。或许您不会相信这些视觉上美观、味道上绝佳的生鱼片和寿司是来自本店几位超级女生的作品。本公司所有的女厨师乃是经过日本美浓吉大师傅传授并给予长时间的训练后所取得之成果。请别小看这些女师傅，个个是大厨师手艺。我们相信这是台湾第一间全是女厨师的餐厅，也绝对是台湾第一间全以女生生鱼片师傅为主的餐厅吧。